见港仔来台湾诚品书店偷拍群体。台北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敦南诚品书店出现一名偷拍之狼，这名专门偷拍女子内裤的33岁见港仔陆浩瀚，还是一家香港知名饮料公司的经理。嫌犯昨天凌晨到敦化诚品书店，将摄影机放在包包里，并外接延长镜头，偷拍年轻女子裙底，甚至将包包往被害人两腿间放。一旁男店员见他举止怪异，报警抓人。他被捕后非常害怕，马上认罪，连饭也吃不下，急忙打给太太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今天坐监没了份工。警方查扣嫌犯录影机，发现内容都是女性群体风光，其中一名25岁被害人已提出告诉。承办警员事后在脸书上调侃，男人要能够控制自己的兽性。动新闻千金难买早知道报道。